然后我们就能倒倒，我门口上完门后，人家也上完了，我车门关着要走，他就直接很大力的一拳打我玻璃，我就开门，开门过来就上车，上车，你上车，你要坐车，你为什么要打我车？他说我，他就开始飙我，飙完之后我说什么？因为我车要开走，他要坐车。无啦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听我讲。是啊，我动车来嘛。嗯。我抢火车到，我到那边飞去哩。伊一个人来去哩，伊就我过来要寻找，我是看个怕唔怕？嗯。要上车嘛，爱坐我上车就我派。嗯。人都吵死了。懂意思吗？